二月二十四号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。李克强说：“科技创新和发展需要基础科学的重要支撑。” 数学是基础科学的基础，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皇冠。要尊重科学规律，强化基础科学研究，扎扎实实把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打牢。支持科研人员秉持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潜心向学，保持定力，历届浮躁，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实现新的突破。要尊重人才，营造进展奇才的环境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，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。 邱成桐先生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，是世界首位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华人。近年来，在中国致力于基础学科建设和杰出数学人才培养。肖杰参加会见。